怎么了？明月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。我喜欢你，从今天起，我想正式追求你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我知道，可能是我身份一时的转变，让你无法适应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时间慢慢适应。不是身份的问题，我不想瞒着你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我不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奇怪，希望你可以理解我。我理解的，只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一开始，我们是因为两家长辈的期许才有了婚约，可是那时候我们彼此不了解，所以我才错过了你。可是当我第一次遇见你之后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。在我们两个的相处之中，我对你越来越了解，也就越来越喜欢。明月，你说过的，陈龙平是你最好的朋友，虽然我是陈景然，但是我就是我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。所以如果你不讨厌我的话，还请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你先别着急回答我，答应我你会好好考虑。走了，我送你回家。